总统对四位候选人两岸论述都满意吗？四位候选人的两岸论述都满意吗？可以再加强。有感觉到王党感在低层发酵？没有。那这 CPTPP 直接加入怎么看？七千万六。大家辛苦了。应该什么都没加到。王党感没有。王无影，王无影。王总，我们这边出入口，我们尽量不要打到。好，我们。借过一下。总统当年拿福茂换 CPTPP， 现在直接加入怎么看？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总统对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有信心吗？